それでは傷だらけの男たちのアンドリュー・ラウ監督にお話を伺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はい、日本語上手いですね。はい、はい、Yes a little bit。 いや、もう実は今日すごく楽しみに、あの監督に会うのすごい楽しみにしてたんですよ。まあ実は僕はあのかなり、まあ、映画の本数を見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生涯のトップ10に今のところインファナルアフェアが入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あなたも監督や。そんなことですけども、特にまあ好き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あのアカデミー賞の方でリメイクのディパーテッドが、マーティン・スコセッシ監督が撮ったディパーテッドがこうアカデミー賞を取っていっ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について何かこう感想ってありますか？ミスター・マーティン应该很多十年前的拿奖了，那么那么到而家拿奖其实都有啲迟，咁啊当然其实都开心啦，因为佢今次攞奖系改编自我个电影，所以我覺得好好榮幸啦，又好開心啦。個人的にこうインファナルアフェアの方がこう心に来るものがあったの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監督ご自身としても、まあ、もちろんディパーテッドご覧にな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あたりいかがですか？我冇得覺得噶，我唔可以，我當然喜歡自己一個啦。咁但係我諗因為文化上嘅分別咧，佢哋。一定是消化不到我們這些，因為我們沒看到 很重這個有些佛教思想在樹，還有很多中國人 的思想在樹，所以我覺得他們還未消化到我們 的原裝沒看到的精神。其實我不是說 Departed 不好，因為 Departed 在美國都那個票房很好，又拿了這麼多獎，其實對我哋好大幫助嘅。咁啊，好多睇完《Departed》嘅觀眾，佢會去買翻我哋嘅original 嘅《無間道》。咁變咗雖然我哋喺《無間道》喺亞洲好多嘅城市都好好，咁啊，但喺美國始終唔係太多人認識。咁但係《Departed》出咗嚟之後咧，咁其實我諗好多人認識咗我哋原裝嘅《無間道》。我想揾你幫我查下爸爸結案。警察都結咗案啦喎。呢兩個一定係替死鬼。我覺得兇手一定係爸爸識得嘅人。冇辦法，我都係 suspect。淑珍嘅爸爸留咗好多遺產。そのプラスになった勢いを買って今回の《傷だらけの男たち》という作品をまた撮られ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我想拍完《無間道》之後，我哋同我咪同所有員都有默契啦，包括梁朝偉啊，或者劉德華，好多員都有個默契，就係如果我哋諗到一個好劇本，我哋將來會一齊再合作。咁呢個都係我哋拍完《無間道》之後諗咗出嚟，咁變咗我哋覺得呢個劇本適合梁朝偉啦，咁所以我哋就揾梁朝偉去去傾呢部戲啦，然後我哋構思劇本構思咗好耐啦，成咁未有一年時間啦。咁啊，心境成熟之後，我哋就開始好密鑼緊鼓去想做好呢件事。咁啊，個過程就係咁樣。傷ついた男たちの物語は非常にこう心打つ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なんでこう傷ついた男たちを描きたかったんですか？係男人都經過受傷嘅階段嘅，係啦，無論你失戀啊、生意失敗啊，好多機會受到傷嘅，咁呢個都係我哋嘅題材之一，係。咁其實當初我哋諗呢個故事就係一個，其實嗰一個私家偵探嘅，私家偵探因為佢嘅未婚妻自殺，而嗰個佢受好大傷害，就開始即有消愁啊，然後咁樣開始係咁樣構思咁樣嘅故仔。そこにこう、まあ、今回トニー・レオンが演じている役どころが加わったっていうのは、我哋諗咗私家偵探個角色先嘅。咁最先我哋都屬於梁朝偉做個私家偵探嘅。咁後屘我哋諗曬成個劇本之後，覺得佢做嗰、那個
另外一個受傷男人仲更加好睇喎，即係其實就戲裏邊嗰個復仇者啦。咁啊，又係梁朝偉第一次演奸角啦。咁呢個對梁朝偉係都係一個新嘅突破嚟嘅。我諗呢套戲係我覺得梁朝偉從影以來佢自己演繹得好好一套電影啦。而佢嘅作用係可以令到刺激到我哋身邊好多演員都做到，譬如金城武第一次做一個醉酒嘅人啊，一個每日都要飲酒嘅人啊。梁朝偉帶得一種好，雖然佢一個奸角，但係佢演繹到好似一種，因為近時佢俾人殺全家而默默喺個世界度一個復仇嘅故仔，呢個其實都好令到觀眾好傷感。咁最後佢又要為住自殺啦，呢個更加令到我哋傷感。所以呢套片係我繼《無間道》之後，我覺得我最。